觉哦，而且只要像我这边环境，每次来好像又还原了。那后来有同学很好心跟我讲说，他其实哦会自动在 C 碟底下哈、哦、的那个 user 底下，就是说每次他会启动的时候，好像会把那个在 C 碟底下你这个使用者名称，他一样会新增一个目录。所以像我这边会还原哦，那还原之后呢，下一次来，哎，好像又要再下载一些东西。他就跟我讲说，哎，把这些东西抠到，可以把它抠下来，比如把它抠到那个 D， 哎，这个 Android Studio 底下加一个 C 好了 ，C 碟底下的，啊，把这个抠过来，哦，然后呢，一启动，下一次启动，可能要像之前又要再下载，但这一次不用了，我就选这个目录啊，选完之后，哎，打开，哎，又恢复正常了，所以基本上，即便是还原环境哦，很快又可以 ready 了，我觉得还蛮好的 ，OK 哦，所以这用起来。其实比起来、哦、我觉得这方便许多啦、哦、如果跟那个 Visual Studio 比的话，那当然方便了，因为 Visual Studio 现在光安装就安装30几 GB 的东西在 C 碟底下，所以如果你的 C 碟不够大、哦、光安装、哦、就安装了半天，那这个好处是它完全是免安装就可以直接执行，那你一来的话反正就是把这东西 run 起来、哦、前面讲过了，并里面如果你有32位元就执行这个，如果你有64位的 JDK 啦、哦、JDK，那因为我这一台只有装了64位的 JDK， 所以我就直接去执行那个 Studio 64就可以了。那我觉得那个 Android Studio 这个是它很蛮大的优点，因为 Eclipse 哈、哦，它会分两个版本是分开来的，也就是如果你下载哈、哦，你要变成说如果你要下载，你要下载两个不同的版本，那 Android Studio 哎，这个倒是还蛮厉害，它就是两个让你选，看你是装 JDK 是装多少，反正就给它装哪一个就好了，而且这样哎很方便哈、哦。就不用再去说为了说你装 JDK 是哪个版本而在伤脑筋，有时候同学还搞不太清楚到底装哪一个、哦、所以呢这个地方、啊、再把模拟器 SDK 里面的这个 AVD 把它执行起来、哦、弄个模拟器把它 run 起来、哎、还蛮顺的，那、啊、那个基本上就是 Eclipse 这个 Intel 的驱动程式啦、哦、要把它装起来，那我前面讲过之后，如果说你的电脑是 Intel 的 i3 以后的版本，那应该是执行这个模拟器其实效率还蛮快的，两下就开起来了。但是如果你不是啦，比如你可能是那之前买的时候就买 AMD 的话， AMD 其实效率都还蛮好的，只是说可能在相容性上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就是说一点点的那种相容性问题，那怎么办？那你就用 ARM 的就好了，用那个 ARM 那个、哦、那个其实跑起来虽然效率不是很好、啊哦、但是基本上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啦，基本上就是启动的时候、哦、大概就是多花个几十秒钟啦，不过也不会差太多啦，但至少你可以把环境 ready 就 OK 了，即便、哦、不过我跟各位讲啊，这个模拟器、哦、其实偶尔它会有一些脾气、啊、其实跟 Enjoy Studio 一样，像这个开发环境、哦稳定性说真的其实都不是会很好啦，偶尔可能模拟器开不起来，如果哪一天开不起来你也不要钻牛角尖啦，反正暂时就在手机上 run 一下或者重新开机一下，它有时候就好了、哦、像我的 方案是这样，如果这个模拟器、哦、偶尔开不起来怎么办，那没关系啊，你还可以有像 Genymotion 这个不行没关系啦，不要一直在那边 try， 干脆就开另外一个模拟器，像 Genymotion 也可以啦，反正把 Genymotion 再 run 起来、啊、也一样可以测试啦，反正就是你主要就是把这件事情完成就好了，不要说一直钻牛角尖，最后也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一直在下载，所以有的同学啊起不起来怎么办呢，在 SDK 然后看到哪一个一直勾勾了之后发现不行，再勾另外一个再勾，一直勾一直勾勾到最后呢整个环境就坏掉了，好、哦、那这样子当然 也其实蛮浪费时间的，最重要是把这个环境先稳定下来、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这个范例。基本上这个范例呢 ，run 起来，最喜欢的球类运动，反正就有几个啦。总共的话，哎，就是三种。那当然你可以这个地方可以变化一下。那、啊、选了其中一个，会触发一个所谓的 click attract 的一个事件。那底下的话呢，就会有最喜欢的球类运动是哪一种组哪一种。好、哦，当然你可以有三种选项。啊，那当然主要变化的是这个啦。当然你未来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变数。然后去改变它、哦啊、或者是说你懒得嫌麻烦，反正你就是写在后面 set test 把它改一下就好了、哦、所以呢我们的写法至少会有三种，
就是说同样一个部分呢，你可以用最简单的，就是每一个个别去写，每个个别去写，就是我们之前的写法。我有把那这三种哦，这三种方式写在云端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它的界面部分，那一样哦，我们是分成一二三四五，反正五种。第一个是建立专案，我想建立专案不用再讲了，反正固定的模式哈。第二的话呢，就是再来怎么样呢？看它有没有相关的 Drupal， 好像没有哎，图没有，文字呢？文字也没有，好啊，略过就没有了，不需要 resource 哈。那再来第三个就是画面部分，画面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画面，那里面当然最上面是一个最喜欢觉得一个 test view， 那底下的话呢，记得哦，这个地方底下哈，虽然是三个 radio button， 可是特别注意哦，你不能独立让它三个 radio button 哦，记得要以后一定要先找到那个 radio group， 所以 radio group 放的位置呢是在比较下面，它是放在group 啊、哦，这个 radio group。那特别注意哦，使用的方式哦，你除了可以在文字模式里面自己 key 之外，比如说你这个地方外面可以自己再打这一些啦，然后很多书里面是直接叫你打了。不过像我的习惯，如果图形化界面啊，当然用图形化界面了哈。只是图形化界面怎么做？一把它拖拉过来，但是它会指挥一个什么？一个没有 radio button 的一个 group。第二个的话呢，因为这边有图，我先讲过了，你这个 radio group 是在这里，那你可以在什么放三个 radio button， 那三个怎么放进去呢？当你放这边太小了，你可以拉过来，拉到这边变成红色的框框放开，一个出现了，有没有？这个再拉一个，总共三个嘛，所以特别注意哦，放开的时机哈，一定要是它这个 group 是红色的，你再把它放开，你不要随便就放开，随便放开它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哈。OK， 两个，再来三个。OK， 这边就有没有？就是我们里面看你要放几个啦，反正就这个，如果是在一个 group 里面，那就会只是单选的。可是如果你不是在一个 group， 那就变复选的。可是如果这个 radio button 哦是复选，当然也很奇怪啦。使用者觉得奇怪，怎么点下去每个都可以选，那不是怪怪的？好，第一个呢拖拉进来 group， 第二个的话呢，那我们上面名称你可以稍微修改啊。再来最后就是说，如果你要把它改成水平的话，这个方向现在是垂直的，那其实只要针对什么呢？你不需要说去那个外面再包一个 linear layout， 其实你只要在这个 radio group 里面，它也会有一个叫做 orientation 的属性。那这个 orientation 属性其实你也可以怎么样针对这个 orientation 的属性呢，去设定它是 horizontal 或者是 vertical。 那预设的话应该是垂直的，是 vertical。 所以呢，如果说呢你要把它改成水平的话，非常简单，你就点选它一下，这个时候呢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个按钮有没有，它的里面的 button radio button 就会变成水平的啊。不过因为它的这个字的宽度啦，所以你要将来可能要这个字啊，可能不能改得太长，否则它又放不下。放不下的话呢，基本上不然你就是可能要再把往下再让它调整一下它的整个大小。OK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布局。那做完之后的话呢，假设我们已经把这个 radio button 给做出来了，然后里面放了三个radio button 啊，并且把名称给更改一下更改我想跟那个 button 啊，跟前面 test view 其实做法一样你就自己把这里面稍微更改一下，改完最底下呢再放一个 test view。 那因为呢将来我们会用到的，其实事件的部分将来点选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在 radio group 上面去侦测，把 listener 放这边也可以，因为 listener 他会去侦测这个 group 点了哪一个，可是点了哪一个它当然会有传一个引述告诉你说到底是点了哪一个，或者你可以在个别的这个 radio button 上面实做那个这个事件就是说 listener 加在下面这三个都可以啦。那哪一个比较好的，其实当然你看个人习惯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画面做完之后名称把它定出来，主要我们会用到的就是也许 radio group，我把它取名称叫简称 R 区好了然后 RB01-03 然后再一个 T01。 那做完之后呢一样那后面程式的撰写反正一样，一宣告你未来会用到画面上的元件，
然后看有几个你就宣告几个，所以总共基本上就是有三个 radio group 加三个 radio button 加一个 group 加一个 test view 好了，然后再来就是去连接它，再来就是建立事件。所以基本上我们第一个宣告，那我这边是宣告有三个 radio button， 好，一个那一个 test view， 好，那再来的话呢就连接它了。所以这个大概固定公式好像也差不多从最早到现在都固定的，那只是说呢我要怎么去实作那个我们的事件呢，这个事件部分的话呢因为有三个，所以干脆把它做成共用的。那共用的部分我前面有特别讲过啦，就是在按钮那边也有做过。那我怎么去建哦？首先第一个，当然原来的做法，如果你是个别的话，就不是加那边嘛，你可以什么 new 一个，有没有？这个如果固定的逻辑上 new 一个，哎，前面是 button，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 new 一个 radio button。如果你个别的这样啦，个别是，然后呢点什么呢？点后面的话呢，就是也是一样打一个 O， on 什么呢？哎，有没有发现 on track change listener， 实际上就对照前面这个 set 一个，对不对啊？所以你要加一个这个，这个 listener 要做什么呢？一样大刮弧，一样游标放在这边，按一下 Alt 加 Enter， 这边一样会有个 implements method， 哎，有没有发现都一模一样？所以基本上哈，这个是建立个别的哦，那。画面上刚刚看到是 共用的，那如果个别的话你就是啊这边再加一个，它会有一个 on track change 的这个齁 ,OK, 这个方法，那你就把这个方法实作啦，按下它当然就是什么，你就把这一行齁，其实这一行就是最喜欢的球类运动是篮球 ,OK, 啊这样就个别，所以如果你个别的话你就是一个做好换下一个。换下一个，那就写完了。其实个别的写法是算是怎么样，比较直觉的，而且比较不容易错啦，说真的，而且比较偷懒，因为做好一个的复制贴上，把头改一下啊，里面的文字改一下，哎，它就改完了，有没有？个别的是最简单的啦。可是它的缺点就是说，如果你的按钮数量多，然后里面的程式如果都有很多地方是一样的话。那你可能要维护哦，以后你要修改的话，变成你每个都要改，哦，它是它的缺点呐，啊，它优点是很快可以交差，反正你就直觉的 ，OK 哈，哦。那如果你要把它改成什么？改成共用的，共用的话就是我刚我们最早看到的，就是我不要个别去 new 它的什么 new 它的 listener， 我就先建议在这边呢哈，加了一个 my listener， 可是这个 my listener 你要记得在 uncreate 外面哈。做一个所谓的共用事件，那这个共用事件就是他们每一个都一样，那我就直接什么在这个底下哈，起一个共用事件。那起一个共用事件的方法，好像前面 button 有讲过了，所以你要反正就是把它公式化。第一个就是找到 uncreate 刮弧的外面，记得是 uncreate 这个刮弧的外面哦 ，OK。然后 activity 的上面，反正就这一块对哈，做一个什么呢 ？radio 的这个 on。Check change 的 listen 的名称就是这个，这个是他们共用的 listen 的，哎，有没有？那它的角色就是后面这个东西了啊。其实这个后面的东西就是我刚刚加到这里面的个，就是那个个别的那个 new 的动作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哦，哈。那只是说呢，我把它独立出来。那做完之后呢，当然哦，一样有个大刮弧，可是呢，没有去实作任何的方法，所以怎么样呢？你可以游标放在这里。Alt 加 Enter 一样它会出现、哦、叫 implement 有没有这个 implement method 实际上就是要实作什么方法，因为它会去侦测到你里面有一个大刮弧，而且会侦测到你 on track change listener， 因为你不断在巡逻嘛，那巡逻到了假设说有什么异状，你总要做一点处置的事情吧， OK 哈、哦，其实就像我们这个很多，其实到处都有 sensor 啦。其实有 sensor， 它就是会处置一些事情，那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啦。哦，什么事情发生的话，啊，做什么事情？所以这边的话呢，一样是 implements method， 那你一样把它点击它，点击它之后一样去实作啦，就写这一块。那可是问题哈、哦，会有三个共用它，所以三个共用它的话呢，那你势必要去判断，到底你是。按下了哪一个 button，
有没有？要有三个啦，那大家按哪一个？所以呢，我们要去判断。所以在这个共用的事件里面呢，最重要的是要去判断到底点了哪一个。所以这里的话哈，我们可以用什么？哎，一就是说我这边是用一个 if else 的逻辑，反正呢哈，我就个别的再去判断看看，到底第一个有没有被按下去？第一个有没有被按下去？它里面有个属性，属性叫做 checked， 就是说，哎，它有没有被按下去？有，好，那就是这一个。那 else if 是第二种可能性，是第二个被按下去，那我就做这一件事。再来就是第三个啊，其实这个当然你可以把它改成叫 else 啦，其实这边应该可以改成 else， 因为第一个假如没有，第二个也没有，那一定是第三，因为在 radial group 里面一定只会有一个，会不会有可能全部都没按？应该不太可能吧，一定你有点击的动作一定会有一个、哦、就是一定会有一个被点击嘛，你不可能要点下去没有被点，一定会有一个啦，所以 else， 那 else 的话就是棒球了， OK， 类似像这样的，那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你就 else if 再检查一下。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是所谓的共用事件，共用事件两种写法啦。那你们可以去，我有把那个这两段程式嘛，其实我有 归纳在底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个别的写法是这样，有没有一段两段三段啊，其实这三段呢，其实长得都一样，有没有？差别就是那个头不一样，还有这个地方的结果不一样，其他都一样，对不对？那共用的话呢，就是说呢，我这一个地方直接把它提出来放这边，将来用 extract 去判断，啊，那还有第三种哦，第三种是什么呢？那我事件哦，我不要放在 radial button 上面，我可以。可不可以放在 radial group 上面 ？OK， 那这个是第三种哦。如果你放在 group 上面的话呢，基本上呢就是这一段，把这一段哦，干脆把它搬到第三种写法的话，其实这种写法也可以参考啦。啊，当然这个地方就不需要共用事件了。哦，啊，然后我只是把这边的那个事件的部分改成就是共用的。那共用事件的话呢，这个应该是啊，哦，这个名称我好像有改过，我用 RG， 哦 ，RG 点 unchecked， 前面是少，find view by ID unchecked listener。Unchecked set 啊，所以这边的话应该是要先 set 一个啊，所以这边的话应该是要先 set 啊，这边一定要是也是 RG 点的嘛，点 set 一个 unchecked change， 就是它一样去检查到底有没有被点击，那有没有被点击的话，后面哈一样是去实作，我们要的那个方法啊 ，new 的话一样在里面建一个 listen 的，我用个别的 new 一个什么。另一个 radio group 的一个 listener， 所以这边的话拉一个过来，好，然后呢在上面的话去检查一下，当 on check change listener， 然后一样怎样，会有个小刮弧，那有个大刮弧 ，OK， 那里面的话就做这些事情，好 ，OK， 好，大概一样的方法了，反正将来怎么做，一定就是 set 一个那个 listener。那这个 listener 的话呢，一样会传过来，不过这边的话因为 group 它在外框，那我怎么知道说到底哪一个被点击，其实哈，你会发现它实作的这个方法里面 uncheck change 这个方法里面呢，它会回传一个就是什么呢， check 的 ID， 有没有 INT， 那这个里面就是放什么呢，去让你知道说这三个里面哪一个被点击的一个讯息，它会透过什么？透过第二个引数哦，所以呢，我可以透过什么？哎 ，check ID 哦，去比对一下。如果这个 ID 是等于，就是等于的意思啊。如果是等于 r 点 ID 点 rb， 因为 r 大 r 的话，里面放的就是 int， 就是它的身份证字号了。哦，它的那个会自动帮你注册一个它的一个编号。
那这个编号如果是等于 RB01 的话，那就执行这一段，反之是 RB02， 反之 OK， 那其实逻辑上差不多了哈。那这样写起来的话，感觉又会更精简一点点啦，不过哈，这个困难度当然也会稍微高一点点。好 OK， 好，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总共呢我们会有三种的那种事件啊，三种的实作的方法我都有把它放在这里。不过第三段我可能等一下 update 一下，因为后面这边好像没好少了一个那个 set on 这个track 的 change， 好，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要试一下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主要是谈到有关 radio button 部分，那 radio button 因为是单选，所以外面一定要包一个 radio group， 那因为它有 radio group 也有 radio button， 而且是只能其中一个被点选的话，那将来在设计那个所谓的事件的时候啊，那就会有三种方式，那这三种方式啊，当然我也会把它刚刚我这边改的，我会把它再贴上去好了，给各位参考。那这三种方式的话，不外乎就是说呢，一个是直接在那个个别的，我想个别是最简单，因为个别的其实有点像我们之前教的，直接在那个 button 上面，就按钮上面做事件。那一个是共用的，前面也有讲过。那第三种是在那个 radio group 上面建事件，好，所以会有这三种方法哦。